再听那只绿袖也在听鸟，对。然后，好，闭嘴杨一婷。然后，我又词穷了。那我们说一下绿袖眼是怎么来的好了。就是有一天我们在录这首歌，就是等一下唱这首歌《说梦人》的时候呢，就刚好我们这位小提琴手晚来，然后我们刚好加一个蛮特别的音效，就是有点像鸟拍动翅膀的声音。然后我们小提琴手后来来的时候就问说：“哎，这个音效有这么酷，我怎么录的？”然后我们就说：“我们刚刚在公园抓了一只绿袖眼，然后叫它拍一下翅膀。”然后就录到里面去，对。然后他那时候就相信，说哦，我们只能抓一只鸟，然后让它拍翅膀录那个声音，对。然后后来他参加比赛要写团名，我想说写什么团名啊，好挣扎啊，没有这么会取名字。然后想说那就叫个绿袖眼吧，然后就问群组，然后群组就已读五个，哦好，就叫绿袖眼。然后一开始念的时候，大家好，我是绿袖眼，然后超尴尬，因为讲他怎么已读，我们只有四个人。看着四个，后来就五个，没错。然后就是最开始讲的绿袖眼超尴尬，就感觉我们鸟禽类名字，对，啊，念后来就念习惯了，对，可以吗？啊，那你继续，我继续讲。然后，对，我们有个 FB 粉专，帮自己宣传一下，叫绿袖眼，对，大家可以去搜寻，帮我按个赞，然后我讲一下今天这首歌好了。好，我们继续。这首歌是我跟一个，我今天本来邀请另外一位主唱一起来唱的，然后刚好在考试，就是理想混蛋的主唱，对。然后我那时候是在一年前吧，就那时候心情不太好，然后跟他聊天，然后就彼此分享一些东西，然后就把就是我们的心路历程写成一些词，然后我就给他过目，他就帮我修改之后。我就写成了这首歌，对，就很简单。啊，这首歌它主要是在讲说，就是我们就是人生这条路上会遇到许多很多困难，但是就是你还是必须努力的走完它，因为你必须，因为你不能说你想死就死嘛，对，虽然你好像可以，对，对对。然后我就打脸自己耶，反正就是要努力的对自己负责啊，就是不管什么事情，要努力的去让自己的路更充实。你好了，终于又成干了。好，那就带来这首歌《说梦人》。好，谢。你是否依然害怕面对他？不是勇气像当初一样，你是否依然独自独步在记忆的伤疤，忘记有些人正陪在你身旁，你是否还是常常不知所措，向着前进却忘了努力生活，你是否还是对你的梦有所坚持，经过手心里汗湿的想要的生路了。
所坚持，紧握手心里还是的故事，在勇敢走向深处，别害怕乱了脚步，就不必追寻想要的想要的，在困境中成长吧。谢谢。